其中问题特别变成中破西甲香格里拉马来西亚籍的行政主厨黄应仁做回来伊就酸雅为食材喜欢鲜虾芒果黄瓜沙拉，这也是香格里拉台南湾东饭店提倡食当季更环保，大力推广酸雅的创意美食。大家知道，其实远东香格里拉饭店过去把我们凤梨也入菜，把我们的文旦也入菜，现在挑战高难度把芒果也入菜。为什么？因为芒果非常非常的甜，入菜的话这个口味要控制，需要我们这个黄主厨他的一个功力，所以很希望各位好朋友大家一起来。香格里拉台南湾东饭店表示，这几年来一定是在行动来支持在地农产，透过饭店的总铺师创意的卡司，推动食当季食材的观念，撇开需要浪费大量能源不是当季的食材，甲需要长途来运输，为着环境减碳来尽一份力。那透过大量的采购在地的食材，其实除了帮助到我们的农民之外呢，那其实我们也要提倡一个环保的概念哦。其实多多享用在地的新鲜的食材，其实可以避免到很多的反季节性的一些栽种，然后费大量的能源哦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食材的一个的生长哦。这些美味的酸雅创意料理19号开始正式来开卖。黄伟泰也表示，现在推行风格新生活的活动，除了注重自己的卫生习惯，骨力洗手之外，吃了健康又安心也是不能来欠缺的，邀请大家来到台南享用各种的酸雅创意料理。我们在新闻社评台南参报道。